太贴题，季风又打碎我，内伤比外伤痛，一草一木一山一水一切堪比我命。那一个呢，为什么英明只是个俗称，活着就特立独行，不为谁动，只一秒钟做自己的英雄。したものはすべて撃ち殺しました。よし、ご苦労。イエメンに伝えてこれ。そんなことどんどんにやらして。はい。来い。八木君来たか。見ておりません。暗いでもいい。じゃあ車用意して。私、新しい政府準備の様子を見に行こう。はい。总包裹的，陈总编订的印刷纸，这边签个字。好。给，谢谢。
张吗？你好，你们那边发的怎么样？差不多了，你呢？啊，我们也发光了。现在局势越来越紧张了，一定要注意安全。好。是炮射吧？快去看看。哎，你们干什么？光天化日之下，你们敢抓人？两位大哥，对女士，你们应该学会礼貌。陈女士，请你上车。我为什么要上车？你是什么人？我是日本人，姓柳生，名迅猛，请上车。你们要干什么？陈女士，我再说一遍，请你上车。你们怎么可以随便抓人？这就是你们日本的共荣吗？你放手！你们不可以这样！咱们！哎什么？如果你希望他能活下去，你别开枪，我上车。陈总编，请你马上转告赵新九。只有他才能救这位女士的性命。我在三道岗的仓库等着他，天黑之前，如果他还不出现，我就会把这位女士的碎尸寄给他。拜托了。都上火车了，按照你的吩咐，我是等火车开走我才离开的。感谢您把我的家属也安排了，你我现在可是没有负担了，是不是可以回去吧？好吧。老兄，什么事儿？好好的陪着老板，别离开他。他的身边不能没有兄弟。放心吧。什么事你跟我说。没事，你说。那好吧，早点休息，我先走了。
赵新九，你永远不会让人失望。你是个负责任的男人，我很欣赏你。你到底想要干什么？我想跟高手过招，不知道你赵新九是不是高手？放了他！我凭什么放了他？你不放他，你也活不成。这个我还真没有考虑过，我只考虑过你的死活。听着，这是我们男人之间的事儿，把他放了。把他放了很容易，只要你按照我说的做。你到底要我怎么做，才愿意把他放了？那就安全了。你还有别的选择吗？有，我还有一个选择。好吧，换人。到了。出手过快，我和他可能都会死掉，但是代价就是你们全部会被打成烂泥。喜欢这样的结果吗，赵先生？鸟生，这还是我们两个人的对话，让他们离开。我也是这么想的，松田君。对你是要学会有礼貌，放开他。请你放开他。
把病销户，马上带人离开。待ってください。ここは彼に機会を与えましょう。一つ平等の機会を。赵先生，我数到三，我们一起动手好吗？来吧，我奉陪。宋殿军，请你让开。一是很快，但是还不够快。我这一枪没有想要你的命，我只是打中了你的腹腔。放心，你不会死。这颗子弹算我留给你的礼物。记住，这只是刚刚开始。你现在可以走了。松田巡査、お変わりありませんか？外に会いたいという者がおります。どうある？会えねえ。奴はジャン・ネンルの部下とかね。ドン・シャンと。連れてこい。はい。おい。上海给占了，中国的老百姓都恨着你们呢。如果这个时候让我们焦老板出任什么要职，那不是强人所难吗？生意场上没有敌人，只有利益。焦老板可以把它看作是一笔生意。什么生意？我们焦老板什么大生意没见过呀？他要是不愿意干的，谁都劝不住的，是吗？啊，中国不是有句俗话吗？叫强扭的瓜不甜。我倒觉得您可以另选高明，不是很多人都想挤破脑袋要这个职位呢吗？哼，
在我的眼里，最合适的人选是江老板。哎，总田先生，所以还要请您高抬贵手啊。董先生，我松田向来是一个言出必行的人，叫江老板救人是帝国战略的需要，所以他必须救人，就没有一点商量的余地？没有。董先生也是一个聪明人，今天你既然登门了，我倒很想跟你做一笔交易。哦，是吗？我给你一箱金条如何？哦，然后呢？然后你替我们做事。所以您的意思是说让我当汉奸？董先生，话不要说得那么难听，你也是一个在江湖上混的人，现在做出新的选择对你只有好处没有坏处。是，我是在江湖上混了这么几十年了，哎呀，虽说没混成什么大英雄吧，但起码也不是孬种。但是当汉奸这事儿我还真没想过。哎，你先急了急了急了。董先生，不要敬酒不吃吃罚酒。是，今天只有两个选择，要么去死，要么和我们合作。刚才你说的对，人为财死，鸟为食亡嘛，是不是？那咱们就先说说这个财，啊？哎，你看啊，这，这几个。哎呀，我可以在上海滩法租界买上一幢漂亮的房子，大房子。这几个我可以雇上十几个人照顾我这后半辈子，天天衣食无忧，我天天听着京戏过日子。哎，你再，我要再加上一根。江年龍とは無関係なはずです。うん？こやつは主のために体を張ったまでだ。江年龍は大したやつだ。外に出せ！犬の餌にしろ！いや、ここは仮を作っとけばいいです。やつは主に返してやりましょう。关于财你们的话，
钱了，一天没见着人。他回来了，就在门口呢。董帅兄弟，怎么回事？江老板，你的手下假借送金条为名，企图杀我大日本政要，被我们及时的处理了。董帅兄弟，糊涂！我知道这件事情并非江老板之事，所以我们把人送来了，也算是给你一个交代。罗德鲁多，帮我写几个字儿。哎，好的。
起江家所有的人带着家属给我离开上海，所有的车马费安家费我出，不管以后发生什么事，任何人不得返回上海。老板，让我走很容易，你就再给我买副棺材。江老板，让我留下。江老板，让我留下吧。江老板，留下吧。厅长，先把你的人都带下去，家里的事以后说。去了，拜祭东山去了。拜祭董山？你怎么不叫上我啊？事情来得太快，走的时候没看见你。九哥，之前你们刺杀那个张林森，对，刺杀张林森的行动我是没参加，可你也没告诉我你要去单独行刺那个陈一伟啊。如果你告诉我的话，我因为你要照顾叶梅。那是因为我不知道是这个情况，如果你告诉我，我告诉你，我是这样子的，你好不容易有个落脚地方就应该踏踏实实的。我正想跟你说呢，以后冒险的事情能不干就别干啊。哥，你是不是觉得不需要我了？
憋了很久。当初咱们都是军人，为了军人的职责、尊严和荣誉，咱们枪林弹雨、浴血沙场，拼了那么多年，最后得到的是什么？就是像条狗一样被部队扫地出门。后来咱们来了上海滩，本想着凭你我的身手在这儿大干一番事业，这些年咱们除恶霸产、毒枭杀鬼子，表面上看那是轰轰烈烈，可实际呢什么都没落着不说，这上海滩还是乌烟瘴气的上海滩，这上海滩还是那帮有权有势的人的上海滩。你究竟想说什么？我想说江年伦，我不理解你对江年伦的态度。什么态度？我承认江年伦这些年是一步一步打下他的江山，上海滩之前一直在他的掌控之中，可现在时过境迁，他掌控不了了，他只能等，等那么一个机会，等那么有朝一日他能重掌这一切。九哥，现在就是你我的机会啊，你不应该跟他搅和在一起，给他当枪使。别胡说八道了，你给我听清楚了，这上海滩不是江年伦的上海滩，我赵兴九也不是江年伦手里的枪。从前不是，现在也不是。薛立峰是怎么死的你还记得吗？你现在说这什么意思呢？难道要帮助日本人把江年伦孤立起来，趁这个机会把他杀了，给立峰报仇？就算我们和江年伦有再大的仇，那也是家仇。国难的家仇哪个轻哪个重，你分不清楚。兄弟情义之间，别给我提什么国恨家仇。我现在想的就是掀翻江年伦，上海滩就是咱俩的。混账！你怎么能这么说话呢？九哥，这些年你可从来没这么骂过我。我骂的不对吗？当然不对了，我一直把你当亲大哥，我事事替你着想，我跟着你出生入死。可你看看你现在，你是觉得身边人手多了是吗？你不需要我了是吗？现在但凡重大的行动，你宁可让一个女人开那枪，而不是我。宋飞，什么叫宁可让那女人打那一枪？你大哥不让你去是为了你好，你说你要有个三长两短的，人家叶梅怎么办？怎么拿你大哥的好意当绿干费呢？华哥，你们先出去吧。不行，宋飞，我告诉你，你大哥从来没在外人面前说你个不字，正因为你们是亲兄弟，所以他处处都为你着想，你要是委屈大哥，我可不答应啊。我们兄弟谈点话，外人能不能不掺和？屁话，谁是外人？你会说话不？谁呀？阿公，算我求你了，能不能让我们哥俩单独谈一会儿？不行，我就见不得家里人犯浑不讲理。你说你好不容易回来一趟，掉了脸子给谁看？温暖让我沐浴，
繁星是你牵挂的回眸，让我仰望。走吧，我的爱人，你留下太多太多，你心不在天堂的路上，泪花甘泉。为爱情我的爱人。